天豆子姐姐给你们带来一个特别好玩的玩具，就是它啦，鼻涕大王。看我的鼻涕是不是可以变换各种各样的造型？那么今天呢，我就要用我的小鼻涕去勾住这些虫子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就要赶快叫我的小伙伴们跟我一起玩了。我们来啦！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是要进行淘汰的赛制，先用石头剪刀布选出来是谁输了，最后跟那个赢的人一决胜负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要用这个小钩子勾住昆虫，放到相应的牌子上面，对应的哪个昆虫呢，你就会获得相应的分数。哇，那老鼠是最高分数哎！对呀，哎，好高，300分。所以要努力啦，爱拼才会赢。那让我们开始石头剪刀布吧。好。石头剪刀布，哈哈，输了，那我就等着谁会挑战我呢？那么第一轮呢，就是我跟天天对战啦。对，我跟豆子姐姐。那你害怕这些小虫子吗？其实我一点都不怕。才怪，我特别害怕。其实我们这个比赛是有时间限制的。手里面这个是1分钟，我把它扭的开始的瞬间，我们就要进行比赛了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你们的鼻涕都好浓稠啊！啊，你明明碰住了！不可以用手啊！我脱了。天天已经勾了3个了，完了，4个！呀！啊！哇！啊！不行！啊！加油！我让给豆子姐姐了，爱你，因为还是我赢。时间到。难道你不想跟我对决吗？是不是因为我太强？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等会儿，准备之前吗？天天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们其实输的2个人是有惩罚的。那豆子姐姐一定会接受惩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下一名就是我俩其中一个了。那你去陪着豆子吧，好不好？不会的呀，看见没，豆子其实真的跟你一点都不好。我要你去陪豆子。好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让我们开始吧。我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开始。你有我的鼻涕吗？不可以用手。嘿，记住。鼻涕国的公主吧，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好难呐，这个一点儿都不难。我的天哪！这是什么？分最低的。我觉得不能，他们不会那么惨。应该不能是鼻屎吧？来吧，我们石头剪刀布，谁赢谁先选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是什么？我先选。你选吧。你要选这个吗？正好我本来想选这个来的。那我选这个吧。我的是什么？一起打，我手。3、2、1。也是虫子。
没错，珍珍，你先吃一口糖吧。我吃完糖，然后再吃蚂蚱，会不会那个蚂蚱的味更大？不，我要先吃完蚂蚱再吃糖。夹个腿吧。好，有点像炸咸鱼的味道，怎么有点馋呢？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没想到我会吃这个。我都着急了。油的味儿。我尝一个吧。好，我尝一个腿。其实挺好吃的。哇，好脆，好吃， delicious， 真美味。但是我听说，虽然蚂蚱看起来有点那个，但是蚂蚱还是很有高蛋白，很有营养的。我觉得很好吃，有点像我们平时炸小鱼儿。打算都给豆姐姐让她补补营养。别了，都给韩导，给韩导，给童导，给孙导。好，等会儿还要给天天一起吃。那今天我们玩得很开心。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就玩到这里吧，小朋友们一定不要忘记订阅。新魔力玩具学校。哎，你首先，珍珍班长，不是说害怕